我们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师父慈悲，各位法师，各位同学，大家阿弥陀佛。那我们上一次讲到这个诸道生啊，他的一个优点特质啊，就是在领悟方面他特别的这个优秀。那也正是因为这个诸道生他的一个领悟，对于经典啊都能够有他特殊的独特的高超的这个见解啊，能够让他呢使得在这个法显带回来的这个涅槃经啊里面经文说，这个众生皆具佛性，除一忏体之外，那个道生啊，因为他的一个领悟的一个独特的见解，从这经典的一个精显呢，他却能够呢领悟出说，这个既然呢众生皆具佛性呢、啊，一忏体也是众生，也应当可以成佛啊。那可是这样的一个见解，在法显本里面《涅槃经》里面的经文却没有这么说，因此呢，他的这样的一个沽名先发，在这个北本《唐武称本》还没有传到南方。南京的时候，他的这样的一个沽名先发的见解啊，就使得促使的他这个诸道生啊，在南方佛教界啊，可以说是鹤立鸡群啊，高处不胜寒啊的一个独跟孤啊。那么也因为道生的一个独跟孤呢，使得他呢，在这个南方啊。跟这个僧伽提婆佛陀跋陀罗僧团啊，就产生了一个不同边这样的一种现象。而道生的这个一忏体具有佛性也可成佛呢，就跟当时的主流呢自胜产生了一个冲突，乃至道生的这个顿悟说也跟呢这个道场式的慧观啊的这个见悟说呢相左。在这个戒律方面，戒律方面，南方这个在这个法显带回来的这个摩诃僧祇律，由这个佛陀跋陀罗翻译出南方第一部呢这个广律啊，摩诃僧祇律，对于戒律呢方面呢，这个道生呢他是属于通权达变哈，在尤其是在这个据实论真里面呢，他跟这个坚守戒条的会议啊，有不同观点啊，那以及这个后延续的这个叛教，都使得道生呢，跟当时候南方佛教界的主流僧团呢，都产生了这个不同的意见啊，这就是道生呢，他的一个独跟孤在这一方面的一个表现啊。那么诸道生呢，我们知道他是先在这个南方瓦官寺啊，跟着这个竺法泰，也就是般若格义六家的本无宗的竺法泰来出家的。后来呢他又到这个庐山慧远的僧团呢学习七年，等到听到这个鸠摩罗什呢来到长安之后啊，这个诸道生呢就跟当时的这个僧瑞慧瑞慧严慧观呢，他们就一并呢北上到长安亲近这个鸠摩罗什，协助鸠摩罗什的这个翻译事业。那么道生呢他亲近鸠摩罗什的时间不长，顶多不会超过四年，但是在这四年当中呢，正好这个鸠摩罗什呢他翻译的这个法华经跟这个维摩诘经，这两本经呢也是影响
到道生的思想呢甚为深远哦。那么道生在这个晚年，他还继续注解这个《妙法莲华经》的这个注疏，在这个《妙法莲华经》书的自序里面，道生他就有提到说，余少欲讲，就是他年少的时候到这个长安亲近这个鸠摩罗什写这个的时候，正好鸠摩罗什翻译出了这个《法华经》，所以大家可以说在那个地方呢，也学习听讲这个鸠摩罗什的这个《法华经》，余少欲讲，然后把这些他当时候所听闻的这个鸠摩罗什的一个讲解，他也有把它记下来。后来呢，他这个道生呢离开鸠摩罗什长安僧团之后呢，这段期间他也曾经再上去庐山，把这个深造的这个《般若无知论》拿给这个柳移民看，然后再到南京哈，再到南京。等到第三次呢，这个道生因为沽名鲜花提出的这个一忏题，也具有佛性，也可成佛，被这个南方南京的这个僧团所兵出的时候，他第三次呢，第三次上去这个庐山，在庐山呢也继续呢，也是有注解这个《妙法莲华经》啊，哦，所以他就在这个自序里面说，于庐山东林金舍又自定之，就再一次呢，再把他的这一段期间的一个学习啊、领悟啊，再一次呢，把《妙法莲华经》的这个注疏呢，再做最后一次的一个校订啊，加叹仿众本聚成一卷。那么可从这个《妙法莲华经》的这个书文自序里面可以看出说，这个竺道生啊，他终其一生对《法华经》呢，可以说是非常的重视啊，非常的重视。那么《法华经》里面的这个会三归一、开权选实的思想，其实对于道生日后融合的这个大小乘，就是鸠摩罗什的这个龙树般若大乘学说，跟南方提婆的这个阿毗昙小乘思想的一个融合啊，可以说是提供的这个道生在这个思想上面的一个帮助，故能够对于罗什的大乘之趣、提婆的小道之要，道生都能够闲畅施止，他都可以把他的融会呢贯通，能够突破于救往之说，沽名鲜花提供了这个道生的一个精神动力跟这个智慧上的一个支持。那么在这个《维摩诘经》上面呢，我们知道说这个道生他出家的这个道场啊，这个竺法泰的瓦官寺啊，就有这个瓦官三宝，其中之一呢就是有顾恺之的这个在这个瓦官寺的墙壁画这个维摩诘四集图啊，可见这个瓦官寺啊，他也让这个道生啊，在这个维摩诘经上面能够提供了他的一个深刻的印象。所以在这个高僧传的道生传记里面，他就有提到说，这个关中沙门深造始著维摩诘经，当这个鸠摩罗什在长安翻译出这个维摩诘经之后啊，这个深造他首先呢就注解这个维摩诘经，示贤玩味啊，极深更发深智，显扬心意，讲学之将，贤共宪章，就是有深造在前，那么道生继续呢对维摩诘经呢注解，而以这个道生他在这个经典的一个领悟的一个独特啊，他对于这个《维摩诘经》的一个注解呢，他更能够显扬心意啊。所以这个当时候在长安这些讲学之师呢，也都以这个道生的这个《维摩诘》的注疏呢，能够提供他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参考。然后，那么这个道生他所做的这个《维摩诘经》、《法华经》、《涅槃经》，还有小品的《般若经》。
他都有做这个著书，世皆宝烟啊，都提供当时候的讲学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参考。但是呢，很可惜，这个仅有这个《法华经书》呢二卷流传下来而已，流传下来而已。那么这个《维摩诘经》里面的这个般若思想呢，最道深呢，可以说它总结提升以往这个江南般若学六家格义之论争呢，有提供了它一个重要的一个作用哦。那么对于这个道生的动物学说，也有重要的一个启示启发，乃至呢，这个道生他有写的这个《佛无净土论》这一篇文章啊，其实在这个《维摩诘经》的佛果品，可以说对道生呢，他在这个佛无净土论的思考净土问题上面，也有重要的这个影响。然后，那我们知道这个东晋啊，南方佛教啊，原本呢，它是属于这个格义般若的这个玄坛六家思想为主流啊。等到这个僧伽提婆来到庐山，应这个慧远大师翻译《三法度论》之后，乃至于呢，他这个僧伽提婆离开了庐山，到南京呢，到南京也应这个当时候的这个王询啊，是王这个王导丞相王导的这个孙子王询，那么书法家王羲之的侄子这个王询的一个扶持啊，请这个僧伽提婆在南方啊，南京这个地方呢讲解这个阿毗昙论啊，可以说是带动的这个南方佛教界的另外一个思想。就是让有中啊说一切有部的思想在南方呢，逐渐来扩展流行。然后，那么这个乃至王询的弟弟王敏，他在听了僧伽提婆讲解这个阿毗昙之后呢，他也能够再复讲，就可见呢，这个南方佛教界啊，原本是般若的这个六家为主流啊。因为这个僧伽提婆南下之后，引进了这个说一切有部有宗的思想，也可以说让南方以的这个佛教界的风气为之一改啊。等到呢，佛陀跋陀罗被长安僧团兵出之后，也同样的南下到这个庐山慧远，翻译出佛陀跋陀罗的禅经之后呢，这个佛陀跋陀罗也是到南方南京来这个弘扬教化，使得这个南方的这个禅学禅法也在这个佛陀跋陀罗的引进之下带动的这一个禅修啊，所以这个道场寺啊就有这道场禅师窟这样的一种盛名美名啊，就是这个南京道场寺，因为有这个佛陀跋陀罗的教导禅学啊，就有这道场禅师窟啊，就禅师呢这个林立啊。那么除了这个佛陀跋陀罗教导禅学之外啊，法显他也带回来的这个摩诃僧祇律，也是在佛陀跋陀罗的这个翻译之下翻译出来哦。等于说呢，这个南方呢也有在这个佛陀跋陀罗传这个禅法以及翻译这个摩诃僧祇律之后，禅学与这个戒律呢，也逐渐呢在南方佛教界呢兴盛了，哦，兴盛。尤其是这个法显的六卷《大波尼环经》的这个佛性观啊，这个法身长存这样的观点呢，啊，更是跟南方原有的这个般若性空的这样的一种学说呢相对立啊，等于说是闻所未闻。因此呢，这个南方呢，这个不少的这个般若学系的这些沙门啊，对这个《泥环经》啊，可以说是采取呢这个对立的一个立场哦，对立的立场。那么这个跟道生一同北上长安，跟着鸠摩罗什学习的这个慧眼慧观呢，他们也在
离开长安罗什僧团之后南下到南京呢，他们也都加入了这个佛陀跋陀罗的这个僧团啊。可是呢，道生呢却反而跟佛陀跋陀罗的这个僧团的关系啊，可以说是非常微妙，非常的微妙。因为第一个，这个道生在长安的时候，当他离开了鸠摩罗什僧团的时候，这个佛陀跋陀罗才进入长安，等于说这个道生啊跟这个佛陀跋陀罗在长安是没有来往的，是没有见过面的。后来他南下之后啊，他南下之后，这个照来讲，这个道生啊，他跟慧眼、慧观都是同学，又熟悉了这个提婆有宗的思想，对这个大波尼环经也持欢迎的态度啊。理应说，照理来说，他跟这个后来居南方佛教界主流的这个佛陀跋陀罗僧团啊，应该是呢这个关系良好的。但是呢，这个道生啊，他是属于这个东晋般若六家的这个本无宗的这个竺法泰出家，加上这个道生的这个思维活跃，虽然呢他也融合了这个鸠摩罗什的大圣之趣以及提婆的小道之要，他都能够能会贯通。但是以道生的这个思想思维活跃，思想呢活泼，深寂浅思日久，彻悟言外，乃叹曰：相以尽意，得意则相忘，言以全理，入理则言习啊。但是呢，因为经典的传入啊，这个翻译人的这个种族，就是翻译的人有时候他可能了解梵文，不懂得中文，或有的懂得中文，不懂得梵文，这个翻译的一个种族，翻译的一个有些不尽理想，在语言上面的这个没办法融会，这个很专精，在翻译的这个重组之下，多首字文啊，衔接原意啊。因此呢，这个道生呢，他可这他们的一个领悟之后呢，教阅真俗，严思因果，提出了善不受报跟顿悟成佛的这样的观点，又写了这个二谛论、佛性当有论、法身无色论、佛无净土论、因有缘论等论众。其中呢，他的这个大乘思想跟论作，跟这个有宗的这个提婆啊，曾经提说这个无生方等之经皆是魔书的这个僧伽提婆啊，可以说是的这个小圣明显明立场啊，未必相同啊。这个道生的这个大圣的这个论著，跟这个有宗的提婆认为说是无生跟方等诸经皆是魔书这样的一种小圣明显立场啊，道生的大乘论著啊，可以说跟这提婆未必相同。那么这个道生的这个顿悟说啊，他的一个顿悟说啊，在这个禅定修行上面呢，主张顿悟说，跟他在这个戒律上面呢，倾向通权达变，以及呢比较类似于这个印度这个大众部啊，倾向于中国化的看法，不是一个墨索戒条的人。尤其是他提出的这个佛陀跋陀罗翻译的六卷泥环经的一个不完备啊，也处处让他跟佛陀跋陀罗的僧团啊格格不入。那么在这个唐朝呢，这个华严宗的祖师啊，陈观大师的这个大方广佛华严经随书演义抄里面，他就有记载说，申公允的主道生说呢，夫秉直恶已皆是涅槃正因啊，忏体含身之类，何得独无佛性啊，盖是此经来未尽耳啊。就是说陈观的这个大方广佛华严经的这个书义抄里面，他记载说这个竺道生他提出了这个忏题也是有情啊，
既是有情皆具有佛性，何得无法成佛呢？就是因为这个经典啊不完备。那么这一句话就很严重了，就使得他这个主道生啊，在这个佛陀跋陀罗的僧团里面啊，被人家批评啊，你凭什么说这个经典不完备呢？那么这个因为啊道生的这么一个引悟啊，他的一个独见啊，他的一个孤名先发啊，独见误众，就使得这个道生呢，在这个佛陀跋陀罗的僧团之下，可以说是对佛陀跋陀罗僧团的一个公然的一个批判，然后那甚至呢，因为这个道生批判说，这个佛陀跋陀罗翻译的这个《泥环经》呐，未尽详备呢，就由帮这个就学这个般若系沙门的一个忙啊，来诋毁《泥环经》的一个嫌疑啊。因为《泥环经》是讲这个法身常存呐、啊，那般若是讲般若性空啊，所以这个就学啊，般若系的这个沙门，他们对于这个《泥环经》呢，基本上他们应该是采取保留的啦，采取保留的。那么这个道生提出这个《泥环经》翻译的不够详备呢，就有反而对让这个就学的这个般若系沙门他们感到非常的高兴，然后就帮了这个就学般若系沙门的忙，来诋毁这个《泥环经》不完备这样的一种嫌疑，成为两边不是人呐、啊，两边不是人，遂被这个南京主流僧团所排挤，所排挤。那我们知道这个，再来讲这个一乘体有佛性这样的一种论述呢，它跟这个自胜相冲突，因为自胜呢，它是按照经典哦，这个《法显本》六卷《泥环经》经本的这个。所说呢，这个众生虽具有佛性、啊、但除一乘体之外、啊、除一乘体之外，但是道生在当时候的这个经本还没有完全传入之下，他光从这个法显本的这个六卷泥环经就能够从中领悟到说，这个一乘体也是有情众生，皆具有佛性，皆可成佛，而提到这个一乘体有佛性皆可成佛之说呢，与自胜相冲突。那我们来看呢，这个先来看这个涅盘经的一个中心思想呢，它主要有三大要义了。第一个就是它讲解这个如来常住，第二个呢，这个涅盘常乐我净，第三个呢，是一切众生悉有佛性皆可成佛。那依据这个六卷泥环经里面讲到，除一乘体之外，所以这个涅盘经呢，它具有这个如来藏思想，这是以前呢大乘经典所没有讲过的。那我们知道、啊、回顾这个印度佛教，这个大乘的这个单大思想体系，就是中观如来藏思想跟瑜伽行的唯识，这是大乘三大思想体系、啊、那么如来藏体系的经论呢，它分为三个时期出现，然后第一个时期呢，大约是在西元三世纪的时候陆续出来的，有《如来藏经》《不增不减经》。那么中期呢，就是这一本这个六卷《泥环经》《佛性论》跟《宝性论》。到了这个第三期的时候呢，这个如来藏的经典它就已经有融汇了这个如来藏的思想跟唯识说这样的一种思想合合。而有这个《楞伽经》《大乘起信论》，基本上如来藏系的经典有这三个时期，有这三个时期。那《涅盘经》呢，它是属于中期出现的这一本经典，中期出现的经本。那我们知道，在这个大这个小乘的比谈学里面呢、啊，是有提出了这个法身的说法。那么法身呢，就是相对于这个身身，就是我们有实际的这个身体。这个生生，那么佛陀在印度这个出生，八相成道，这些是佛的生生。那么佛入灭之后，入无余涅槃了，生生没有了，
但是佛所说的这个教法，他所证得的真理，我们称之为法，它依然呢留存在这个世间上。所以有法在呢，即有佛在啊，所以就以佛之法为身，就说称之为法身。就法身呢，就是以佛所证得的真理所说的言教的一个教法，它只要教法存在，那么佛就存在，称为法身。那么大乘的法身呢，它有更进一步的说法，大乘法师有更进一步的说法。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大乘经典最早是这个般若系的经典，再来就是法华系的经典。法华经里面的如来说量品，它只讲到说成佛以后呢，这个佛的寿量非常长远。那么佛在人间呢，活了八十几岁入灭之后，这只是一种世间上的一个必须要的一个示现而已。但是呢，在这个《法华经》里面呢，却提到了说，成佛之后，其实佛的寿量是非常的长远。但是因为呢，这个阿难没有祈请佛住世啊，阿难没有祈请佛住世啊，所以没有人祈请，佛就不得不这个按照世间的一个情况，有生老病死这样的一种自然界的定律啊，他就必须要示现露面，因为没有人祈请，没有人祈请。如果是当时候呢，这个阿难呢有祈请这个佛久住一世的话的，那么佛其实呢，他可以继续住世在这个世间，但是因为没有人祈请呢，佛只好入示现灭度。但是这是一种示现，在这个《法华经》里面呢，他有提到这个佛的寿量非常长远，但是因为没有人祈请，他就不得不入灭。但是呢，他也没有提到说佛的法身是长啊。所以呢，到了这个《涅槃经》啊，他不独讲到这个佛的法身是长，也认为呢，这个佛性即我，这个我呢，不是这个凡夫的我，或者是神我的我，而是解脱自在的这个我。所以涅槃才会讲说常乐我净，这个我是指这个解脱自在的这个我。那这么法身是常跟佛性是我这样的论点呢，又超出了这个法华经的讲法，就超出了法华经的讲法。那第二点呢，我们从佛教史来看呢，就印度部派佛教呢，他的这个说一切有部认为说，一个修行人在还没有证得四善根，就是鸾顶忍是第一法这四个阶段的这个第三个位阶忍位之前呢，他还可以由这个声闻圣转为佛圣。但是呢，如果这个修行人他证得了这个忍位的时候啊，就是上根的这个第三个位阶忍位的时候，他就无法回小向大，等于说他证得了阿罗汉果之后呢，基本上在部派佛教说一切有部，他们是认为阿罗汉他是没办法再回小向大。但是这个虽然初期的这个大乘经典，像般若经、维摩诘所说经，也是认为二乘无法回小向大。但法华经呢，法华经呢，他讲三圣归于一圣，就主张二乘可以回小向大，二乘可以回小向大。但虽然二乘可以回小向大，但是二乘的正德的解脱呢，还不到究竟。就如成化成品里面所讲的啊，他还在这个半路的这个三百由旬的路上而已，还没有到达五百由旬的这个目的地。所以呢，这个《法华经》里面讲的这个二乘可以回小向大，还没有到达究竟。那么呢，所以才有佛为声闻弟子受记。那么有佛的受记呢，就表示他们将来呢决定呢可以成佛。这是《法华经》的这个说法。到了这个《涅槃经》呢，它更进一步啊。他更进一步发挥说，一切众生皆可成佛。
皆可成佛。他不一定要回小向大，他也不一定说要佛给予二乘声闻弟子受记才能成佛。到涅槃心他就提出了说一切众生皆可成佛，皆可成佛。所以这个涅槃经啊，可以说是大乘思想更进一步的发挥啊，是继龙树提婆之后大乘学说呢又一次的一个重大变化，重大变化。那这一点呢是罗什在西域的时候还没有接触到的，还没有接触到的。所以这个华显的这个六卷泥环经啊，一传到中土来啊，就让中土的这个佛学教界感到非常的珍奇啊，非常的珍奇。所以像这个道生啊，还有慧睿、慧眼、慧观这些曾经亲近过这个鸠摩罗什学习的这些出家众呢，对于这个泥环经啊，更是反应非常的这个明显哦，非常明显。那我们来看这个涅槃经呢，它有分小乘跟大乘哦，有分小乘跟大乘。那么小乘呢的这个涅槃经呢，基本说在这个南传巴利藏这个长部尼科第十六经，那么相当于我们汉译本长阿含的游行经。那长阿含的游行经呢又有三个译本，有三个版本，就是佛波尼环经是西晋白法祖所翻译的，另外一个版本呢是波尼环经是在东晋的时候出现，但是后来也亡佚了，是在这个开元录里面有这么一个记载而已。第三本呢是法显带来的这个大波尼涅槃经三卷，这是这个小乘版本。那等于说呢这个法显啊，他带回来的涅槃经有大乘本跟小乘本，大乘本就是我们之前说的六卷泥环经，那么小乘本呢就三卷的泥环经，所以它是以卷数来做一个区别。如果是三卷的话，三卷的泥环经那就是属于小乘的泥环经，那如果是六卷的泥环经那么就是大乘的这个涅槃经，以这个卷数来做一个区隔。那大乘的这个涅槃经呢现存的汉译本有四种，第一本就是华显带回来的六卷本，六卷本那由这个佛陀跋陀罗来翻译的，宝云协助，就称为六卷本的这个泥环经。它是这个唐无称就是北本的前十卷的意义。那第二本呢就是在这个凉州北凉唐无称他翻译的大波尼涅槃经四十卷，四成卷称为北本或者是大本，这是指唐无称的翻译本，大波涅槃经四十卷称为北本或者是大本。那第三本呢是这个大波涅槃经三十六卷，这是由唐无称的这个北本呢在这个柳宋元嘉年间传到南方之后，由南方的这个慧观、慧远、谢灵运他们依据呢华显本再跟这个唐无称本加以重新编辑改制而成，就称为南本，就称为南本。所以这个南本其实它是和这个华显本跟唐无称本加以重新编辑改制而成的，那么后来就称为这个南本。那第四本呢，第四本这个大波涅槃经的这个后分呢，这个是到了这个唐初呢由慧领律师他来找回来，去西域了印度再去求经回来的，在这个唐高宗的时候啊，若那跋陀罗一同翻译这个大波涅槃经的后分，请这个运奇这位出家人带回来
中国。那虽然这一本这个《大波涅槃经》的后分，它只是纯粹叙述佛陀入灭及火化之后的事情啊，没有论及到义理，但至少让整部的《大波涅槃经》得以齐全完备。这是呢，这个慧琳这个《大波涅槃经》的后分，它的一个功劳的一个功劳，至少它让这个《涅槃经》呢得以完备了哈。那这一点，我们再来看这个唐无谶的这个传记啊，也许会比较清楚哈。也许比较这个《涅槃经》，其实它有前分、中分跟后分哈，前分、中分跟后分。那么后分就是到了这个唐高宗的时候，有慧琳再把它找出来，再来翻译的完整的一个《涅槃经》。那么在这个北梁时代的这个翻译大师啊，唐无谶啊，他是在这个凉州，凉州大约就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河西走廊、河西走廊、敦煌、武威、酒泉这一带，这个属于当时候是属于凉州。那时候在五十六国的时候，就有一个北凉那个翻译大师叫唐无谶。那唐无谶他所翻译的大部分都是属于大乘经典，除了我们前面所说的这个《大波涅槃经》北本之外，他还翻译了这个《优婆塞戒经》《地持经》《菩萨戒经》等大乘律典，对于大乘菩萨戒的弘传呢，有很大的一个贡献。那除此呢，这个唐无谶他还翻译了这个《方等大集经》《悲华经》《方等大云经》跟《金光明经》《佛本行经》《菩萨地持经》这些经典呢，目前都还存在着。那么我们知道这个西晋的末年呐、啊，因为五胡十六国中原战乱，当时候的中土人士啊，有些人就避难到这个凉州，使得这个姑臧成为当时候保留汉族文化的一个重要据点，重要据点。同时呢，这个姑臧这里，他也在后凉的时期啊，鸠摩罗什曾经在这个姑臧这个地区呢讲经大兴佛教。所以到了这个北凉，河西王居取蒙孙呢，他就尊这个唐无谶为国师啊。在这个唐无谶的这个传记里面，就是《高僧传》记载，这个唐无谶啊，说是中印度人，跟着这个达摩耶舍学习小乘，后来遇到一位白头的禅师呢，跟他呢论义之后呢，这个白头禅师给这个唐无谶呢《涅槃经》之后，这个唐无谶看了《涅槃经》，才知道说大乘的深广，才由小乘改习大乘。那唐无谶呢，他精通咒术，所向都能够灵验，所以西域就称这个唐无谶为大咒师啊，深得国王的这个尊崇。但也因为有一些事情啊，得罪了国王，所以这个唐无谶后来也逃到了这个寂宾跟求知，但是因为寂宾跟求知是属于小乘佛教，只好呢，这个唐无谶又东入这个鄯善国跟敦煌，后来到了这个五姑臧，就是武威。在姑臧的时候，因为唐无谶啊，他呢怕这个《涅槃经》啊，因为这样的一个颠破逃跑啊，会把他呢弄掉、弄失掉，所以呢，每当在这个睡觉的时候啊，他都把这个《涅槃经》呢放在他的枕头下，以防呢被人家偷走。但是呢，到了半夜的时候呢，就感觉到有人呢在拉他。如此呢，经过了这个三个晚上都是这样，都睡到半夜的时候都感觉有人在拉他。后来呢，这个唐无谶就听隐约就感觉到有人说，这个《涅槃经》啊，
是如来的解脱之杖啊，是经典啊，法宝啊，怎么可以当作枕头呢？这个时候呢，这个唐无称啊，才领悟到啊，说这个半夜有人拉他的这个脚啊，原来啊是护法在提醒他，这个他太过于这个紧张了，怕这个涅槃经呢，在这个奔走的时候啊，逃难的时候把他搞丢了。所以都放这一家的时候都放在这个枕头下，以防万一啊这个被人家偷走，太过于呢这个保护的紧张过度啊，所以就不知不觉就把这个经典当作枕头这样的在使用啊，难怪这个护法就来提醒啊，每天晚上啊连续三个晚上啊都来拉他的脚啊。那么甚至有一次啊，这个盗贼啊侵入这个唐无称啊来偷东西，那看到这一本经典啊涅槃经呢，他还想要把它偷走，结果呢这没想到这个涅槃经啊怎么拉怎么提都提不动了，而且呢这个小偷啊好几个人来提都提不动，可是隔天呢却看到这个唐无称啊一拿就可以提起来，所以这个盗贼啊就觉得说这一本涅槃经啊乃至于的这个唐无称啊是非比常人啊，就前来跟唐无称呢忏悔。那当然这些故事啊其实就是显示说这个涅槃经的一个神圣的，是非常呢非常的一个好的一部经典啊，才有这样的一个故事传说来衬托这个涅槃经的一个尊贵性啊。那当然到了这个河西王居取蒙孙呢攻下这个敦煌之后啊，蒙孙呢他就尊这个唐无称为国师啊，因为这个唐无称啊他在这个预言方面也好，他在咒术方面非常的灵验啊。那么这个蒙孙呢在这个五胡十六国征战之际啊，他都会跟唐无称商讨这个国家之大计啊，国家大计。那也在这个蒙孙的这个劝请之下呢，这个唐无称呢就把这个涅槃经呢把它翻译出来。但是因为唐无称的涅槃经只是前分而已，前分而已。那因为有这个蒙孙的一个支持啊，这个唐无称呢然后又回到印度，再把这个涅槃经的中分呢把它拿回来，在这个于田呢得到了这个涅槃经的中分，这个唐文称又拿到这个孤藏呢把它翻译出来成为36卷。那么有人有学界啊就认为说，当时候也有这个西去求法的这个智蒙法师跟法显啊宝云他们同一时期的有很多中土的出家人西去取经呢，有这个智蒙，智蒙也曾经在这个印度跟法显所拿到的这个涅槃经本一样的这个涅槃经范本，只是法显呢他走海路来到南邦这个南京建业翻译出来，智蒙呢他就走陆路经由在这个凉州的时候地方呢他就停下来翻译了，就有人呢就把这个智蒙在凉州翻译的这个涅槃经跟唐无称翻译的呢混为一谈，然后混为一谈。那么其实呢这个智蒙的这个翻译比较晚，唐无称比这个智蒙早把这个涅槃经把它翻译出来，所以两者是没有关联的，是没有关系的。那么到了这个北魏太武帝的时候啊，北魏太武帝刚即位的时候其实他是很扶持这个佛教的，但是因为呢这个佛教啊一下子膨胀得太快了，导致呢这个很多人因为出家之后这个服兵役的人就减少，服徭役的人就减少。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五胡十六国是属于这个彼此之间的一个征战啊，兵力啊很要紧，但是大家都跑去的这个出家，就使得这个
兵力缩减，那么寺庙的这个财产呢太过于集中，加上呢这个谣传呢这个寺庙呢里面呢、暗藏兵器啊，有这个造反的疑虑啊，所以那个北魏太武帝啊，他就听从这个宰相崔浩的这样的一种谏言啊，就产生了这个毁佛这样的一种作为出来。但是在这个北魏太武帝刚即位的时候，他是遵从佛教的，因此呢这个北魏太武帝啊，听到这个凉州北凉的这个唐无谶啊，会种种的咒术跟他的一个种种的一个这个预测先知啊，他就派人来北凉呢，跟这个蒙孙呢要这个唐无谶，要这个唐无谶。那么蒙孙呢，他怕这个北魏啊强大无法拒绝，但是又怕都唐无谶这么好的人呐、到了北魏之后啊，反而对他北凉不利啊。恰好这个时候啊，这个唐无谶啊，他听从这个外国来的沙门啊，唐无发说，你所翻译的《涅槃经》啊，还没有全部翻完，还有后分没有翻译出来。所以这个唐无谶啊，他就想要完成这个《涅槃经》的整个都把它翻译出来。在做这个时候，唐无谶就跟蒙孙呢提议要回到印度去把《涅槃经》的后分找回来呀、那蒙孙呢，他因为怕这个唐无谶啊，是借由要找这个《涅槃经》的后分啊，这个理由啊，其实他是要逃出到这个北魏去啊。因此呢，蒙孙假装允许唐无谶离开啊，但是呢，到了这个半途啊，蒙孙呢就派刺客啊，在这个半途啊，就把这个唐无谶给刺杀了，给刺杀了。那这是这个从这个初三藏记集里面，在跟这个高僧传的这个唐无谶的这个传记，我们把它兜起来，知道说原来这个涅槃经啊，它有前分、中分跟后分这三分三品，就这三个阶段啊。因为这个唐无谶为了求得后分啊，他呢牺牲了这个生命，在这个南方道场寺的这个会官呢，他也继承了这个唐无谶的这个遗志啊，他也想把这个涅槃经的后分呢把它找出来。正好这时候的有一个高参的沙门道普，他呢对这个西域也好，对于外国的西域语言呢，他懂得六国的语言啊，所以这个会官啊就祈请这个柳宋文帝啊，派遣这个道普呢还有一些随从呢十余人呢，西去要把这个涅槃经的后分把它找回来，把它找回来中国。可惜呢，到了这个长广郡呢，这个船啊这个破了进水，伤到这个道普的脚，可能呢因为这样的一个受伤感染了，这个道普啊就在这个长广郡呢这个圆寂了。在这个道普要圆寂之前呢，他就感叹说，涅槃后分啊与宋帝无缘啊。就可知呢，这个从这个初三藏记集的这个唐无谶的传记，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这个涅槃经啊来到中土啊，其实也是一波三折啊，一波三折，一直要到了唐高宗慧领律师啊，慧领律师才把这个涅槃经的后分呢把它带回来中国。那么根据
近代的一个研究，根据近代的一个研究，这个涅槃经的前分啊，是从这个中天竺，就印度中印度的这个摩羯陀国的这个华士城，在这个一位叫塞迦罗的婆罗门居士得到的，也就是这个法显跟智蒙他们所得到的，就是这一本，就是这一本。那么涅槃经的后分呢，是这个后来这个慧宁，唐高宗的时候，慧宁他在这个于田又找到了，找到了才把他来到中国。所以这个汉译本我们现在最后所看到的这个涅槃经的这个版本啊，其实它是经历过多次的增删修改而成的，可以说是非常的不容易，非常的不容易。那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先讲到这里，我们。